左脚的这边几乎都整片会掉了，轻轻拨都会掉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ilia， 我是丽。那今天又来开箱啦。没错，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个。啊，倒了啦！这个呢是韩国的足膜，那大家应该都知道韩国足膜非常的有名。阿希迪亚上个月有去韩国，所以我们就顺便买了这个足膜回来。那今天呢就是要来开箱。听说韩国的足膜非常厉害的是，可以在7天的时间就让你的脚变成跟小 baby 一样。那我们自己是不太相信这种东西啊，所以秉持了实验的精神，我们就买了两片足膜回来。那它是不同的牌子，这两个都是有脱屑的功能，它敷完之后是可以撕一整片下来的，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妙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，就是这样会脱屑。因为像我自己，我的脚是脚趾层非常的厚，而且有很多死皮。可以拍给大家看，你呢？你有很多吗？我也是啊。所以呢，在敷之前呢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脚底板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脚，像我这边就是脚趾层非常非常的厚，它就是已经长茧了。不止这边啦，因为这是走路习惯问题，这只脚也是。这是 Hilia 的脚，它的感觉比我的好蛮多的，但是感觉这边也是有点厚。这一个区块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就会用这两片足膜，那我们一人用一片。这两片它都是脱屑的效果，可是它是不同牌子的。没有特别挑这种，不是说是会整片脱屑的。我们刚好看了一下，它两片的敷的时间是不同的。这一片是只要敷30分钟而已，然后这片是敷45分钟到一个小时。你要用哪一片？30分钟。你要用30分钟的，那我就是敷这个一小时的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敷吧。好，我的是分两片的，它的用法应该就是日看，然后穿进去，把这个胶给绕住，绕在脚上。这是我拿的那一片，是中间呢，需要把它剪开，然后待会我们再穿上去给大家看。好，已经45分钟过去了。我是稍微有一点灼热感，但是我看我的脚其实跟刚刚是完全没有变的，大概要6-7天之后才会整个脱皮。那一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脚现在的状况。我的脚现在的状况还是跟刚刚其实是一样，脚的两边还是有比较厚的茧这样。对，那就是这两边。这个是 Hilia 的脚，那你觉得你的脚有差吗？有感觉，摸起来比较滑。那我们一周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成果。对，那我们就一周后见喽。好，今天是我们足膜的第3天 ，Hilia 的脚已经有点脱皮了，然后我还没有脱皮，给大家看一下状况。大家可以看这边。有没有？这边都脱皮了，不知道是我脚皮太厚还是怎么样。一样，等到下一次再脱皮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是敷足膜的第4天，那昨天 Hilia 的脚已经脱皮了，那我今天也开始脱皮了，可是只有脱一点点。那我小录一段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目前都已经脱皮了，左脚的部分是这边。还没有到想象中脱那么多啊，那今天 Hilia 已经脱蛮多的，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下片段。今天是我敷足膜的第6天了，我的脚现在开始大脱屑，没有像是我想象中那个整片脱掉，但它现在就是非常多的屑屑，画面会有点恶心，所以如果大家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可以跳过。给大家看到3、2、1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脚这边哈，包含像这边就是脚趾的部分，这边就有脱皮，然后这边都是，还有这边也是，左脚比较明显。左脚的这边几乎都整片都掉了，轻轻拨都会掉屑，感觉这一层最后会脱一片啊，这一层。对，因为目前当然没脱屑，然后这边脚趾层非常的厚，现在脱屑是已经脱到就是我的床啊或者地板啊都是我的脚皮这样。有没有？这边全部都是我的脚皮，有点恶心。不过还是没有出现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，是整片脚皮可以直接撕掉的那一种。希望我明天或后天可以看到这种画面，然后再拍给大家看。好，今天已经是我们使用足膜的第10天了。那其实我在第7天的时候就已经脱屑脱得差不多了。那为什么等到第10天才录？是因为我的脚掌的部分这一块，因为它有茧，它一直没有脱皮，所以我是在等它脱皮，就一直等不到。那现在已经是第10天了，我的整个脚几乎都已经脱屑脱得差不多了。那我就想说，它既然都不会脱，我就直接录个结尾，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脚的状况哦。我的脚这边，本来这边脱屑的部分是已经完全脱掉了，然后我讲的部分是这个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茧，我本来以为这个是会脱掉的，还有这个部分，这感觉要脱不脱的，就白白的一块这样，我本来以为那两块都会脱掉，结果都完全没有脱，所以我一直在等，然后就等到了第10天了，几乎脚后跟还有足弓这边都脱完屑了，然后都等不到其他的，脚趾是还有一点点还没脱完呐、啊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的使用心得好了。第一天使用的过程是我刚敷上去的时候会觉得脚热热的，然后一直到差不多第4天、第5天的时候才开始脱皮，到第7天的时候我的脚已经脱屑脱得差不多了，只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，脚掌的部分这边是完全没有脱的。
的，所以就有点小失望的。然后实际上摸起来也没有到他讲的会到 baby 的脚那么强的感觉，也没有到那么夸张是整片脱起来的感觉，这点是让我真的有点小失望。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，可能别人用的效果跟我用的效果是不同的，也有可能他们图片上是搞不好用了三次四次，因为我这是我第一次使用，那毕竟我的脚皮也是堆积的28年的时间了，突然用一次就想要变回成婴儿是也是有点困难的。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尝试，如果真的有脱皮脱下一整片的，可以拍照，然后传到我的粉丝专页让我看一下。虽然会感觉有点鹅烂，但是我还是蛮期待的。对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影片，在下方帮我点个喜欢，也可以分享给你脚皮很厚的朋友。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频道的人，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加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喽，拜拜。